International search effort has now entered its third week. As questions continue to outweigh answers, some family members struggle to contain their emotions. James Cha spoke exclusively with Liu Guiqiu, the mother of Malaysia Airlines passenger Lila. He started by asking her about that fateful day when Flight 370 first disappeared.我赶紧打电视，等电视我这一找台呀，就乱了，就找那个中央十三台，一找，打个怎么看着那个什么，他飞机说是那个失联了，后来就看着我闺女在上面哭，哎，当时我，当时我那种心情，我就那个心都撕碎了，我就出去，所以说我儿子一定会没事儿，还有你老头儿，我们俩就说儿子一定会没事儿，一定会没事儿。人有在北京，在丽都饭店，对，你为什么来吉隆坡？因为如果有我儿子消的时候，我是会第一时间看到我儿子的，我认为，我儿子是个非常非常好的人。 他在我心目中啊，那就是又孝顺，又善良，又和气，对待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很好很好。你乐有孩子吗？有，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多大？我孙女啊，叫李思怡。今天等回到家里，我说家里人只要孩子在，谁都不许哭，谁也不许在孩子跟前提，这么大孩子接受不了。 因为他很爱他爸爸，每天爸爸打电话跟他爸爸聊个没完。我最想尽早的让我儿子回到我跟前，我盼我儿子平安回来。当时我的心就碎了一样，我哭，我说我儿子一定会没事的。那个发布会为什么？ 我说我一定要找他们这个领导，我问个究竟为什么？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儿子一点点，那天是19号吧，是19号吧，都12天了，我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我儿子一点消息都没有，我都要疯掉了，我都要疯掉了。后来，媒体说马来。 警察对你很粗暴，情况是这样吗？没有，一开始吧，那不好多记者围着我嘛，我有几个年轻的警察这样，我就以为他们抓我呢。我说啊，你们，我就以为他们抓我呢。我说你们干什么？你们救命啊！救命！你们要干什么？最后他们把我抬出之后，慢慢的搁在那块旁边还有那个就是，也是马来行的人吧，会华语的跟我说，哎呀，别着急，别着急，抚摸着我。 哦，这个后来还有我闺女他们在什么？他妈，他们不是抓你，是保护你。这个我哎呀。